这个房子它是不是一个叫四川是里面才能看到四川福的一个歇山顶结构，对吧？是的，而且它是一个九级的。是的，是的。嗯、这话题跳转的稍微有点快啊。就是刚刚那一遍的稿放到这一遍来说了。对，刚才这一趴给忘了。就九级的概念，要不呲呲。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对，其实这间屋子呢也是有一定的规格嘛，它的或者更高，是的，是的，是的，比它更高等级的屋顶公司也有，然后这个呢我们以后也会出现的，嗯，你看两只防御，你看出结果了，撩剑回旋，哦，这个好看，哦，这个好看，对对，但这个我们打不出来，打不出来，这个我不能稳定，这个对对对对对，这个机制可能给我们讲一下，应该会好。好，我先把他们给讲。这个其实我也打不出来，因为我们请的是那个满足下完成下任务，完成下任务。我演示一下怎么打，因为这个角色的话，主打的其实是一个沉重的一个状态嘛。比如说，来，我先蓄个力，哎，又被打了，好的，翻车，不可能翻车。你看，他很快就会破防了，对。哎呦，打得很有厚重感。对，你看，来，哎呦，哎，这个人有点不给面子。我试一试，来，你试试。我看这个，我有点感兴趣。你别进账了，哎，哎哎，冲的还挺还可以啊。对，你这样很轻松的冲到了这个黄色的这个条条，它是一个完美蓄力的感觉。这个时候你再去蓄的话，就可以打成满月。满月啊，满月的话就是一个超高属性的一个。一个啊，他、这个、一个跳劈的一个状态，他这个跳劈最后一下好像也不太一样啊，动作也不太一样，对对对、啊、还是比较那个的，就感觉更强力一些啊，没错，机能或者是性格之类的、嗯、对对对，一个是会比较飘逸洒脱一点，这个是会比较干练一些啊，因为这边有利落桥段嘛，所以这个门的话就不开了，哎，我们跳一下、好，其实除了跳过去的话，我们还可以比如说通过这个墙面侧踏墙嘛，对吧，可以，你看、就是、这样灯，这个跟前面的那个地方的演示是相似的，就是都是可以通过一个侧踏的这么一个操作、嗯、然后对对对对越过一些建筑，其实想怎么走都是可以的，嗯，哎，对，好，这一把就是这一把、嗯、这把弹刀好了、嗯、展示完了我们先展示了但时间不多哦，哎，他对对对，开场先翻，就是这个味道，对吧？对对对，开场先翻。可能好奇问那个字，它是一个技能提示。这个我们在切换的时候，好像确实是。还不行，还差一下，来了来了，哎，哇，这个漂亮，可以，这回最后这一下真的是啊，嗯。每个角色的击杀肯定都会不一样嘛，嗯、对对对对。啊、然后还有后面还有什么内容吗？就比如我们之前还有一些这个故事啊，这个走路的这个感觉。什么男模？不是，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么一堆全都是兄弟啊，我们的女性角色我们之前随机的遇到。别着急，啊、有慢慢来，都会有的，该有的都会有。拔了一堆啊，满头大汗，因为这次主要。确实满头大汗，满头大汗加满头大汗。这次我们主要是以数刃之面，对吧？厚重精巧的面具，圆月般。大家别读了，别读了，别读了。大家看一下，对对对，他其实就是我们 PV 当中看到的那个刀客的角色啊，你可以介绍。啊，哦，对，帅，对，就说怎么说呢？哇塞，这个在火光下的效果还是挺好看的，是吧？也还好，展示一下脸，没错，一点都不。对对对。再复现一下 PV 里的那一套操作。我试试，应该没什么问题啊。对吧？先磕个药。话不说嘛，可以。切换的那种哎打法啊，这个角色的机制，剧情到此刻应该先讲机制。嗯。我们先把机制给讲了。是的，是的。它其实是你们看到这个资源槽这边有个小缺口，看到了吗？一个小缺口加一个黄色的条条。嗯，如果我这个在小缺口之下，我去点上异键的话，它会自动给我冲到小缺口之上。到了小缺口之上之后，我就可以进行异蓄力，把我的资源条改成一个月亮的半月或者是圆月的形式。哎，我试一下。好，你试。我试一下。为了这个怪不按剧本走。哎，对对对，这个味道对。哦。再来一个满月，他就准备走你。哎。哎呦呦呦，哎。一切不是不晚。别着急。哦。啊，他们两个呢也是，就是包括主角最后一下的也是那种啊，
体现出刀和那个对剑的那个区别，它会有些击杀的一些特动作的一些特性，就是我们会通过这些动作设计的细节去表现，去突出凸显角色的一些，让大家看众看一下，大家看，其实是不用吃药，但是你别剪一下，不要这么剪，不用这么极限，其实可以剪。我不用就好了，但不用。好的，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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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不用。这边是自动切回去的，嗯，自动切回去，因为进剧情，我们的是主角进到过场，所以他会自动切回来。我又来了，又我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跳一下。那这过场我们也可以跳一下，跳一下，还是展示一下你的那个唐刀。等下看一下，对，这里面有我的内容。对对对。刀呢？哎，这就是翻车了、不用复活药，角色的死亡动作都是可以演示一下的啊。是啊，我先给他上一个封印，莫慌，不着急，反正是把他救起。好，哎呦呦，硬刚就对了嘛，反正是就是满了。哦，可以可以，对。组成啊什么的，有哪些东西是还没忘了的吗？等会儿那个地上那个为什么？对啊，我一直在想你们为什么不叫我去捡呢？对呀、啊，捡一下。TV 里不是、啊、我还没到这个流程吗？我嘴快了，我嘴快了。这个关卡其实我们为了去展示一些更多的内容的话，其实是做了一些特殊的一些设计的。比如说我们可以会语之面，阴郁复杂的面具。好像确实是有一种就是，好像真的可以有一个防御的一个感觉。就会有一个力量打我，快跪了。好，先磕个药，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好好，莫慌莫慌，我不用货币。有足够多药。哦，这个是也可以切角色，也可以切角色也可以防。哎，对的。啊，这个真是手艺之宝。你看我这个张力更大一些。我们用这个来试试。来来来，来。哦，来了。好，再切回来。哦，可以，好，直接接上了啊！你看满月踢一下，他准备就跪了嘛，直接破防啊，这么简单，对，就你有手就行。你看他都已经怕了，看着是有手就行，自己操作的时候还要练一练，还要练。哎呦呦呦呦呦，帅！那被打断了，被他给帅到了啊！这个《霍雨之刃》其实就是刚刚处决掉 BOSS 之后出现的那个 UI 界面上写的。对，其实它代表的是你跟它产生了一些共鸣，对，你理解了它的一些立场之类的，可能你就能有一个它的一个面具。比如说这样的话就好好看一下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霍雨之刃，蛮帅的。我这个不是很懂事这句话。对。包括我在弹反的时候也是可以直接进入的。哦哦哦，你们弹翻了，弹翻了，弹翻了，弹翻了。哎，感觉他每一下攻击更有力量。对对对对对，感觉就是特别四大力沉的那种。是的，感觉对方有点招架不住。对哦，因为刀的话主要讲究的，它可能是一个就是劈砍为主嘛，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刀如猛虎，剑枪似游龙之类的说法。啊啊，牛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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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那我们是不是接下来就可以就在这儿再浮现？他的主人身份本身就是有一定的规格等级的，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设计了一个歇山顶的这样的一个屋顶形式。对，然后在也是中国古代一个传统的建筑屋顶形式，然后我们大家也可以数一数它一共有几个脊。对，脊就是指这个东西啊。是的是的，屋脊这个是一个正脊对吧？对，是的。然后这边是第二个脊。可以可以，这是第三条脊。是的，大概反正大概就是一共会有九个。第四，对，第五，然后这边有四个，六七，六七。啊，先世界武术冠军帮我们做的动作，他这个动作要有很强的对武术的理解以及身体的一个那个训练才能打得出来。来了。平战的时候我们可以多用意境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剑花都是具备一些防御的一些属性的。对，因为这也比较符合说，在剑术的一些假想敌里。喝个药，只是被打，只是被打，对，多被打了一下，演示一下我们的兽机的一些反射动作。对，可以。而且我们的敌人好像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的，就是兽机，它会进行一些攻防转换。没错没错，对。因为我其实当时在设计这个战斗系统的时候，会非常，因为我个人会喜欢动作电影比较多嘛，所以可能会。